国名画六，谁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文艺细胞的皇帝？小哈，从这次开始，小美姐姐要带你去看宋代的绘画喽。宋代这个朝代，虽然对外打仗很弱，屡战屡败，但是文化艺术发展却到达了一个新的顶峰。说到宋代的绘画，一定离不开一个人，他既是高高在上的皇帝，也是充满文艺细胞的大书画家。皇帝不是应该整天操心国家大事的吗？怎么有时间研究写字画画？这位不务正业的皇帝就是宋徽宗赵佶。他做皇帝的时候，皇帝该做的事情一件都没做好，却在艺术绘画上显示出惊人的天赋，尤其画那花花草草、小动物、小鸟，活灵活现，就好像真的一样。听你这么一说，我更想看这位皇帝画出来的画到底长什么样了。我们赶紧去看一看吧。好嘞，坐上时光机，本次的名画穿越之旅开始了。我似乎听到了鸟叫声。现在我们已经穿越到宋徽宗的画里了。这幅画名叫《竹禽图卷》，画的就是两只小鸟停留在竹子上休息的场景。你能听到鸟叫声，当然不奇怪了。和之前看到的画相比，这幅画不是那种最丰富的，画里只有竹子、小鸟和石头，却给人感觉相当精致，而且有种与生俱来的贵气。你如果凑近看，会发现它画得特别细致，羽毛都一根一根工工整整耐心地画好。宋徽宗画画相当的讲究，毛笔、卷和颜料都要用最好的。这种用笔细腻、颜料讲究的花鸟主题画，就被叫做工笔花鸟。它可是中国古代绘画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分类哦。我觉得宋徽宗的观察力一定非常强。小米姐姐，你看，竹子上竹叶的伸展方向，鸟儿的神态画的都和现实生活中的植物和动物都是一样的。没错，如果把画家分类的话，那宋徽宗就是一个大写的写实主义者。他觉得画画就是要100%还原自己眼睛里看到的东西，画得越真越像，也就代表着越好。这种观点也影响了宋朝的一大批宫廷画家。啊，原来如此。远看这幅画觉得好像不复杂，但是凑近一看，细节上可花了不少心思啊。一幅优秀的工笔花鸟作品的绘画过程可是相当复杂的。首先，你得先用淡墨勾勒细细的线条，然后再上色，或者用墨色一点点一层层的晕染。比如画面中两只小鸟头、背到尾巴颜色的自然过渡，叶子不同角度所表现出来的明暗效果，都需要画家平时细致的观察和对色彩精准的把握才能做到哦。哇，竟然还有这么多讲究。即使技术到位了，工笔画鸟画的布局也是门大学问。小哈，你觉得这幅画的构图和我们之前看到的有什么不一样吗？我想想，之前看到的画嘛，要么是像《洛神赋图》或者《韩熙载夜宴图》特别长的画，通过场景的转换来分割画面，或者就是赵夜白这种主要对象就是画人或者动物的，好像构图上也没有特别的地方。再看竹禽图的话，好像画的内容都主要集中在右边，哎，
难道宋徽宗画画都喜欢往一边偏？更准确一点来说，是往画面斜对角的上半部分集中哦，在构图里叫做斜对角构图。发展到后面南宋的山水画，这种斜对角构图的特征会越来越明显。除了整体的布局之外，鸟儿和竹子的位置也不是随随便便想画哪儿就画哪儿，也都有各自的讲究哦。我仔细看看，感觉两根竹子分别伸出来有点像字母 V。 在这里要跟你讲个宋徽宗画画的小习惯，看这位皇帝的花鸟画作品看多了，就会发现他画两只鸟的时候最喜欢画一只鸟在前扭头回看，另一只鸟抬头的场景，再结合横着伸展出来的主题，整体就成了字母 S 型构图。 S 型构图，我懂了，这样既能把细细的竹子因为受到鸟站在上面的力量而微微向下倾斜的细节全都还原了出来，也让两只鸟儿眼神有了交流和呼应，整个静止的画面也有了运动的美感。宋徽宗真的太厉害了。趁着还有点时间，我们再穿越到他另一幅画里再感受一下。小哈，坐稳了。小美姐姐，宋徽宗好像很喜欢画动物回头的样子，哎，你看这只鸡正睁大眼睛回头盯着什么，哎，哦，原来是望着斜上方角落里飞着的蝴蝶，呵呵，是不是想抓到它们呀？不过画里这些花都是什么花呀？这就是宋徽宗另一幅非常有名的作品《芙蓉锦鸡图》，画面上方的花是芙蓉，下方的是菊花哦。和刚才看到的竹琴图相比，这幅画颜色搭配上更加华丽。主角是一只高傲的锦鸡，金色的头冠，溜圆的眼睛，黑白相间的脖子，朱红色的腹部，还有那长长的尾巴，骄傲又高贵的样子也就只有皇帝能画出来了。啊，我在这幅画里也找到了 S 型构图，从右上角的蝴蝶开始，再到斜插着的花花，然后是甩着尾巴扭头的锦鸡，最后再顺着鸟儿尾巴的方向结束。的确，这又是宋徽宗一幅经典 S 型构图的花鸟画，是不是让画面看起来更加生动了呢？而且小美姐姐，我发现无论是竹琴图还是芙蓉锦鸡图，画里总会出现一个像天一样的字，这是什么呀？难道是天子的意思吗？小哈，你观察的还真仔细，它其实是宋徽宗给自己设计的花押，也就是签名。哦，那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看上去像天的字，其实代表着四个字，天下一人，既指自己是天下最有权力的皇帝，也代表着宋徽宗对自己文化艺术水平的超高自信。看了宋徽宗的画之后，我承认他是画画最厉害的皇帝。可惜的是，宋徽宗虽然把自己的文艺天赋点满了，但是在治理国家上，他的表现却非常糟糕。《水浒传》中的英雄故事就是以这一时期的历史为背景创作的，北宋最终也在他和他的儿子手里灭亡。哎，如果孙徽宗不是皇帝，他的结局应该就不会是这样的吧。不过也要感谢这位最有文艺细胞的皇帝给我们留下这么多优秀的绘画作品。今天的名画穿越之旅就结束喽，我们下期再见。
多精彩课程，请下载 AHA School APP。